我无家可归，你能收留我吗？定会从今日把你娘排位移至苏家祠堂，还你娘一个名分。来人呐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 陆大人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明日一早你就回去。什么情况？陆怀怎么突然对我很不耐烦？陆大人，我一个弱女子，在外面，很容易遇到坏人的。想来以苏大小姐的手段，没有坏人能够伤得了你。 什么意思啊？明日一早你最好乖乖回去，别让我亲自送你。 你明明知道他是真是假，李甲并未得逞，你为什么还要收留他？ 苏小姐之前的余毒并未清除，这又受到风寒，气血虚弱，怕是之后不易怀上身孕呢。你舍不得的。我只是暂且收留他两天，日后不会跟他有任何牵扯。